金曲歌王萧敬腾远赴不丹拍摄写真集，沿路呢不但是跟工作人员大开玩笑，摆出了夸张表情，甚至他对这不丹当地人的西装是情有独钟。因为这件西装不但能够装下矿泉水、3C 产品，甚至连食物都可以随身携带。不过想要穿这件西装可得不怕走光，因为这里头是不能穿裤子的，让萧敬腾直说下面好凉。我现在在一个山上，海拔3048公尺的一个高度，然后我们后面化身旅游节目主持人，这可不是老萧的新副业，而是为了写真集远赴不丹取景。戴上帅气墨镜，外加亮橘色长围巾，金曲歌王萧敬腾的不丹行，沿路和工作人员开玩笑，看得出老萧的好心情。仰着头大口吞下粉红色棉花糖，但最让萧敬腾喜爱的可是这件不丹当地的西装。男生出门他们都不会带皮夹，也不会带东西，就是这样子身体。那东西放哪呢？其实是放身体里面，这个兜，低头族喜欢的这些电子产品。那食物呢，当然也是能够随身携带。不管是矿泉水还是3C产品，就连食物也可以从这件西装变出来。但要穿这件西装可得不怕走光，里面是不穿裤子的，所以是很凉的。在全球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不丹拍摄写真，萧敬腾一改舞台上摇滚王子形象，要给粉丝看到最不一样的萧敬腾。记者吴嘉文、陈耀谷台北采访报道。